这个。我有，我有。你有那个怎么玩呢、啊？在这边可以玩吗？对，可以。啊、你在玩吗？啊，对。你会教我玩吗？哦，好。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你这个乐器用了多久了？这个乐器？差不多十二年。啊？十二年。十二年。对。哦，马克七，加马马克七，十二年，哇。所以呢，他这个你现在是要把整个垫子全部更换一遍，然后把其他东西全部弄一遍，重新给他打修一遍啊。啊，那垫子，所以说垫子呢是很重要的，所以说我们要用非常好的垫子，非常好的垫子。啊，这个是以前都是有焊过的哈。嗯，对，就是有焊过的。这个乐器陪你走了很多地方啊，对，是吧？从你的国家啊，对，是哪里的？是哪里用这个？不是你国家，你在哪个？南美，对，哥伦比亚。哦，你去南美来中国，还去过其他地方吗？啊，对，啊，去了，比如去了哪些地方？哪里？比如他跟你陪着你还去了哪些地方？意大利那边，意大利，西班牙，哦、西班牙，哇，都是去演出啊，对，哇，陪着你找世界啊，太好了，我们是要帮你，每个乐器都有自己的一个故事，是不是？它有这个自己的经历，啊，所以呢，我想的就像这么特别的乐器呢，我们就做个记录，然后呢，就可以分享给那朋友。这个你放那个地方，不知道什么是那个的钢筋那个啊。哦那个啊、哦，超声波吗 ？No， 是什么？那个地方有水，很弱的水，你放那边这个，就是那个玩意儿啊、嗯，那个就叫超声波啊啊、嗯嗯，就是把它拆了，然后放在里面用超声波清洗。这个东西给什么说？哦，它这个这些表面的污垢啊，它是可以清理掉的，就这些啊、嗯，但是呢，你这个是裸铜的啦，它清理掉呢，它可能过一段时间它会。空间还有氧化，还会有出现这种类似的东西。但是这次是可以把你这里面油啊、腻啊这些里面啊，这个污垢啊，可以清洁掉。啊，嗯，需要这样做，要这样清理吗？嗯，我上次给我的那个老师一个，他的也是马克七，我也帮他做了。嗯，啊，就看你，如果你想做，你说现在这些脏的、这些污垢啊、灰尘呐、我都是可以用超声波给你清洗掉的。你需要帮你做一个这个清洗吗？我免费帮你做 okay, 免费 okay, 啊，因为我这次已经帮你整个垫子都换一遍了嘛，我就顺便帮你做了啊。OK 啊 ，OK 啊，哎，这个对，然后换完后呢，这个垫子，这个马克西的垫子，我不知道它。有没有所有的垫子都非常符合它？因为这个乐器很多年了嘛，它有很多年历史了。嗯，对。好，这个刚好，如果它有些时候大小不一定合适的话，刚好我这边还有，我会帮你补上。啊，就是因为它可能这个。尺寸不一定是非常吻合的啊，你的意思可能是这个不一样吗？可能是一个不一样。对，有些是不一样的，它因为这里是很精密的嘛，你小了点、大了点的就不太一样嘛。所以呢，因为它不是现代的乐器，它是几十年前的东西。哦，那现在它这个东西是现代生产的，可能它会存在误差啊。虽然它说是马克七啊，但是它也是后面的，不是两个。